最重要的，这个逆转，你没有那个吗？哦，木棉花其实很多周边呢、欸。木棉花我也超喜欢去逛的，因为很多那个动漫的周边。你它是福袋1000块吗？啊，他要去买雷姆，雷姆福袋吗？800块雷姆的福袋吗？啊，好想知道会拿到什么，你明天要跟我们分享。对，也要买那个雷姆可以啊！谢谢谢谢谢谢 ，Hello， 里面都是太多，我可以不要吗？超雷的，根本就不是福袋啊！水木火枪，里面都是太多，超赞的福袋。最近跟我约好要去，你们什么时候要去？你们礼拜几要去排？所以你们要去排福袋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好，如果有雷姆布偶可以给我，谢谢嘉龙，雷姆800，对啊，你们礼拜一要去啊？是连续几天？连续几天？他会有，他是限量的福袋，是不是？限量就是一天要多少？一天要多少个福袋啊？哦，啊，5个，这么抢的。5天抢完就没了哦，5天，所以今天已经是3号，哎、欸，那还剩没几天了哎，到礼拜一耶，到礼拜一而已。差一点点，天啊！好，过了。要帮朋友抢沙老师啊，沙老师也不错，沙老师的那个小周边应该都蛮可爱的，一样都在木棉花吗？
可是你们要夜排哦，你们下礼拜也要夜排吗？我觉得很值得。那你中到什么 ，Mr. Ken？ 你福袋八百里面你有拿到什么东西？你有牌哦，太神了！哦，也都在木棉花啊，那这样子都要抢哎、欸。